慢一点。都平常都这么快吗？像你这样子忍不住，所以从小下一台车要出来了，都来不及。快了，妈的，最后一排就要去，就要去待产，真糟糕。就叫你忍一忍嘛，难怪一直最近要自己去散步，告诉我自己为什么自己要忍不住。再见。不好意思，可以进去。好啊，好啊，没关系。进去是这个进去。哦哦哦哦，不是，啊、不是放进去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会进去一点点就好。这个话题还在继续，对不对？这也太快了吧！啊。他吃的钢醋的，好吃哦，好吃哦，钢醋真的是优秀。我说你优秀啊，吊打老张，不要给我乱讲啊！看我是属于世界和平那种，大家都有特色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不要那个。他的特色就是难吃吗？对啊，你不要那边自己在那边闹哦。真的吗？就是这样子。你说说看，你不要少来这一套，我被害人了。你的特色就是只有卖原味。乱讲，这个没有起司。不要污蔑我，我还有对话记录哦，你猜也来不及了。有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为什么先没泡菜？还是要到后面？没有，因为其实泡菜不受欢迎，也不受欢迎，因为它天气热，它容易出水，所以容易会是要拿掉。对，那蔡你好，现在一个原味吗？一个原味，还是起司？一个哪够？这么好吃？然后在那边自己炖。哇靠！太爽了吧，刚出炉。真的很好吃，刚出炉真的很好吃。真小心烫哦，刚出炉哈。要50，谢谢你，100。